糟了，我为何会有一种调戏良家妇女的感觉？好吃。哎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为什么买栗子给我？听说将军空腹喝酒，恐怕对身体有害，所以买来将军的最爱。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这个？我职责所在，将军的事我本该关心。我的侍卫长连我的吃食都关心啊。我为何会有一种调戏良家妇女的感觉？等等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是将军的侍卫，将军不可为我剥栗子，属下先行告退。陈月，你应和了马莲姨。